金银花也有果实呢，金银花也有果实，而且还有种子哎，种子要培植以前要先泡热开水，温的就好了，热的就烫坏掉，温的35到40度，温水又不是开水，温水就好，然后培植到，那它那个种子会有裂，外壳会有裂开裂痕，就可以播种。金银花性寒。这是大热天降火气用的，不能泡太多哦，容易拉肚子。夏炎虚冷，脾胃虚寒，冬天容易手脚冰冷的人，女性月经期都不要泡这个金银花茶喝。